金小姐，你今日做周经理传简讯给我啊？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我可是要离开啊！我想要把小龙包交给你。我已经给你世界全世界啊！骨肉之外来讲无效啊！我袂当让你白白牺牲。我叫你放下啦！咱的计划就要完成啊！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哦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 都说你甲爸搞，啊！不过你会当为着爸甲阿公起冲突，我嘛要为何我的感情？你先来当拢无效。哎，秀，就会。我拜托你，你看，这同意书就是我万一割舍我甲小笼包亲情的证据。只要你签这同意书，我就叫王总裁讲的，我明仔载就离开台湾。我即嘛唔管，我反悔，王总裁我财产偌济哦，对我来讲。 我无遗憾，即马对我来讲上重要的，就是我的真心好去证验，倒来我的身躯边啊。过去我甲所有真相讲出来啊。林小姐在讲啥？你对伊遐尔绝情吗？还是物件头来要创啥？莫甲我讲你阁思念伊哦，你对伊根本就无真感情，早就应该还我。你根本就无做给提伊的物件。小姐，我拜托你，你请命好无？ 我已经给你世界上最佳啊！苦肉之多来讲无效啦！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放下啦！你错啊！我拜托你啦！王正燕是你的后生，你只要跟我讲，是，还是不是？是，虽然那是一场意外。 不过，这算是我这世人上无愿意承认的事实。妈，